嘿，大家好，我叫尹俊浩啊，今天一首《孤独音乐人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OK。Hey, 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Hey, 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啊，受不了一些人总是狗眼看人低，看我之前先看看你自己的能力，总是说你认识那个谁谁谁，对不起，我从来不管那些是是非非。岁月的年轮在不停的转，我如此的坚持只是怕留下遗憾。有些人让我放弃吧，你扯淡，因为我的路不可能只走一半。三年之前到三年之后，从基础薄弱到慢慢积厚，从三年之前到三年之后，从被人排斥到慢慢接受，从三年之前到三年之后，从基础薄弱到慢慢积厚，从三年之前到三年之后，从被人排斥到慢慢接受。从扯上这条路，我受够了无缘无故的等待，孤独还有无助。从朋友的远离到一个人用音乐在诉苦，我不舒服，我也不想被成为祝福，所以我选择了用文字来陈述我被臣服。从单纯的思想又变得成熟，如果注定这辈子孤独，那我用音乐来陈述我走过的每一条路。对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疯子，那我的音乐那就是我的全部。当我站起来的时候，身边会有人陪，当我倒下时候，伸出援手那个是谁？路灯昏暗却比不了人心的黑，我不想把自己的才华全部都浪费。这社会少了一些真实真相都被掩盖，人性的价值都被金钱给替代。我虽然没有钱，但我感觉从未失败。我是一个音乐人，音乐让我主宰。我也曾经为了自己深爱的人放弃了一切。哇，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。哎，好，感谢大家，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曲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